这家也是特地找来的，这是第二次来了。第一次完全坐满了，后来了解 Walking 每天只预留十桌要预定的。他呢是吃淡雅族的一种传统菜肴，我们来试一下。是不是各族人都可以坐到一起啊？这样的像个小花园。Yeah, the real Sarawa dining experience. Real innovative ethnic restaurant world. 这个装潢呢还是挺有小情调的，温馨，温馨，温馨。Oh, our little gourmet is checking the menu. 怎么说呢？给人一种菜单有那种米其林的。米其林的那种汽车，他能给你一张图片，它上面就没有任何一张图片，然后下面像米其林一样，这个是什么样的，怎么煮的，有什么 ingredient， 然后这菜单也没有精心的做，就是塑封纸啊，然后看着有点破破烂烂 shabby 的样子啊，那关键是食物的品质嘛。王太有点认真啊，你看不停的在查啊，真的是拿出点米其林的态度了。不能错过啊！哦 ，total。OK，Let's see。怀旧，我们小时候家里面烧水壶的口味。这是慢点，慢点。Cheers。嗯 ，Nice。lemongrass 味道像很淡啊，香茅一样。嗯，就是香茅 ，lemongrass 就是香茅。lemongrass 是香茅，哦，我忙了。是什么呀？这个好像叫一个什么 tropical leaf， 也是这边当地的特产吧。热带的叶子。对。口感怎么样？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熟悉了。嗯，怎么又熟悉了？这个味道，我觉得是像我们上海说的豆苗，就是豌豆苗。哦。你觉得呢？有点像，对，在上海这个很贵的。哎，小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口味怎么样？我觉得更加像那个米线，米线咸菜，咸菜这里有的是吧？对的，但是米线的话，就是你吃了两三根嘛，你舌头里面会有一点那种像被烫过一样涩涩的感觉。啊，涩涩的，这个没有。你不是说你觉得像上海那个野菜叫马兰头吗？对，马兰头也有点像。反正就是想到了上海，嗯，又想到了上海。我看到这边啊，就很多马来友族都已经点完菜在等了。那其实呢，在这一边，在沙拉越的话呢，6:40就落日了，所以他们开斋就会比较早。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到和大家一起开斋，这是一个比较温馨，比较和谐的一个场面。那么你这个点的是什么饭啊？再介绍一下。一种叫 purple burial rice， 我也不知道。purple burial rice。Yeah。哦，这个好像就是观众跟我们说的这样 ，Thank you。Chicken 好像是益母草鸡吧？益母草对女生好的。益母草鸡汤，这我们不是痛经的时候一直从小喝到大的一种中药。Ladies， 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哎，你刚刚说今天查过了，达雅族是什么意思来着？跟我科普一下。有一个词叫 Dayak 吗？对，达雅。我们在这边查 Dayak， 通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Dayak restaurant。达雅。但是根据 Wikipedia 来说的话，这个Dayak 是指两个族的合称，一个是一般族，一个叫 Land Dayak。哦。叫本地的比达雅族是这两个族的合称，叫 Dayak。嗯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个饮料吧，外甥。这个饮料叫斑斓 lemongrass， 可以看到 lemongrass， 对不对？对，斑斓香茅。啊，斑斓香茅，你看，斑斓香茅，其实它真正的颜色就是这样，比较 transparent 的，味道也比较淡，所以我们开始怀疑平时吃到的各种斑斓的糕啊，都是蛋糕啊，都是粉绿粉，就是特别嫩的绿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它就会有点奇怪了嘛，对吧？嗯。哦，这个鸡很嫩，就是炖出来的鸡 ，slow cook， 然后非常 juicy and tender。哦，看不出来啊，看着就感觉白白的，没有什么食欲啊。我还这个是不是那个益母草？但是吃在嘴巴里没有很浓的这个草药的味道，但是就很鲜美。那你查一下哦。嗯，我想跟你再讲一个冷知识，很好玩的。其实马来西亚的华语的规范使用有个委员会的，叫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。它里面有一个规定，
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他讲东马西马的这个说法已经被废止了，不能这样说。不听起来像两个国家？对，他说因为就像东、北韩、南韩，然后东德、西德像是两个国家，所以他规范使用是把西马称之为叫，叫半岛吧，马来西亚半岛。哦，就大家一直说的就是 mainland， Malaysia。你看今天我们上午玩那个公园，跟我们一起 share cost 的这个 KL 的那位朋友，他就说自己是从Malaysia mainland 过来的。对，那东马呢就称为沙巴沙拉越。沙巴沙拉瓦，但是我们还是 personal 的习惯，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法律嘛。啊，你想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好，我来尝一下这个鸡肉，很鲜是吧？嗯。炖鸡的功夫不错，好像它这个鸡肉就像是吃某种香叶长大的这个感觉，这个鸡的身前就偷吃了很多的 lemongrass， 好像马来有人倒照了一下，应该马上就要开斋了，就现在会更加欢乐，对，他们也开始喝饮料，很温馨啊，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，确实是一个非常和谐，值得向往，至少在西马大家都值得向往的吧。这个土著的啊，这里 First Nation 的那些菜还是挺对我们胃口的，它比较淡雅，比较不是口味很重的，但是 很优雅的这样的感觉。搜了一下呢，整个沙巴沙拉越华人大概是占24%，马来人也是24%，对半开。哎，那个一般族最多的占30%几的，那这几个相加就80%几的人口，剩余还有一些其他的少数民族。What is this? Stew rice. 请你再对一下这里的信仰情况吧，因为我们那天不是问了一个老板为什么拜天很多都不开，他说因为这里基督徒很多，所以拜天来了都做礼拜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些店不开。你看实际情况怎么样？你看 Wikipedia 上面2010年的数据，来看一下。哎，基督教要接近半数了，42.6%，42.6%，哇，多年前的数据，而且没想到比伊斯兰教还要更多一点啊。对啊，所以他那个礼拜天就是很重要的礼拜日嘛，就很多商店都关掉。不光是你看起来是卖华人食品的那些店，还是那些就连今天我们来的这一家，Dayak 这个餐厅也是关门的，嗯嗯，对吧？佛教加上民间信仰才20%，怎么样？你这份像炒饭一样的，辣，啊辣呀！哦，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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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 Jimmy Oliver 放 Chili Jams 吧？什么？是 Jimmy Oliver 放 Chili Jams。OK。天哪，陆姐，天哪，辣死我了！我有点被辣死了。炒的还是挺好吃的。听一下这个声音。你们听一下这个皮的脆哦。Crunchy。而且这个脆一口咬下去，马上就有一股香味传出来了，对吧？嗯。这肉还是蛮 juicy 的吧 ？Well marinated。OK。这个饭你看它配上三八黄瓜，还有一个蛋，就真的有点像。另类版的，在想这个数据就比较有意思啊，华人是24%，那佛教和民间信仰是21%左右，那么也就有3%的华人是信仰其他东西的，对不对？马来人是24%，那伊斯兰教是30%，也就是说其他族裔信伊斯兰教的非马来人又占了6%。哎，那是不是也可以推测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是信仰基督教？就是非常有香茅。Excuse me, can we have our ice cream like 10 minutes later? 酸茄子汤。就我们在那个我们家附近的 Borneo Bazaar 里面看到的，我说像茄子，圆的那种，然后又有点像柿子一样的。嗯。我们的观众留言说他们就是这边是烧汤吃的。天色渐暗了，现在吃着。啊，怎么样，美食家？这个是神奇的味道，你看它是有大量的姜丝，还有这个柠檬草的味道，对吗？嗯，吃到嘴巴里面是小清新的，嗯，对吧？是，我就说是酸的高级，的云南菜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它，唯一让我感觉就是有点油，它更加清冽一点，会更润的酸吧？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。卷菜了，就是沙拉瓦的，经常那个 A 啊什么的，他们那个字母就搞成这样卷卷的，就是那种卷菜类的。叫 Midin 吗？哦，是吧 ？Midin 啊。OK。嗯。尝一下吧，来，小美食家，你觉得这个蕨菜怎么样？比较爽口，但是它那种黏腻有点发。嗯，爽口是指什么？咬下去没有像秋葵那样腻死的，就会粘在你的牙齿上。slimy。很脆吗？还好啊，一般。嗯，就是有种锅焦气，
它是大排档炒出来的那种。你的冰激凌已经上了吗？看一下，现在已经化了一些了，就是白白的。怎么说？梦龙的那个梦龙冰棍吗？梦龙冰棍去掉巧克力外皮。讲得这么准确。Whipping cream 打发之后，然后再加点 condensed milk 把它冻起来。我试试看，我可能加一点这个班丹 lemongrass 或是什么味。我倒是很好奇，你总喜欢把不同的食物去试来试去，这是出于一种什么感受？就是吃不掉也浪费，还不如试试看，万一好吃。就点了一种冰激凌，是 ice cream with dabai， T A D A I。对，我们查了一下，好像是类似本地的，我们熟悉的是酒酿，醪糟这种东西。嗯，然后你看这英文的解释，它就是 fermented。Preparation of rice and other starchy foods， 就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，然后让它发酵之后，它就变成那种带酒精的这种甜味的东西。我估计是的。好，大白，尝一下吧。那是酒酿，就是发酵过头的酒酿。我觉得还不错，甜上加。好，现在来评个分吧。今天吃完了。八分。哦，八分。那么为什么不是十分呢？这个。怎么说，这个酒酿有点发酵过头了。然后发酵过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酒酿 it's supposed to be like 像甜一点，然后酒精度就一点点，它这个前面给你一种就像糖泥炮弹一样，就一前 先吃的是甜的，然后后面呢它苦，就非常苦。哦，你这个吃的是苦。二呢是这个长得像番茄一样，这个茄子看一下，没有剥皮。对，那个皮也是有些苦吧。嗯， OK， 所以你是扣这两分吗？然后还有就是我前面点了一份叫 Kampung Fried， 是一份炒饭加一个煎蛋加两份加两片炸鸡，还有三八酱。对，是三八酱和三片黄瓜。然后那份炒饭已经被服务员给收掉了，非常非常辣的。然后感觉像加了辣椒酱炒一样。它虽然米饭还不错吧，但是它就是不好吃。那 menu 上有没有提醒你呢？没有。 OK OK， 谢谢你。你呢？我觉得可以打8.5到9分了。好哦，这么厉害。嗯，我觉得我还想在我们离开古晋之前再来一次。嗯，可能就会点一个那个益母鸡汤，然后再配一碗白饭。我觉得就是像回到了上海的感觉，在家里面自己做的鸡汤好好吃啊。然后再点一份那个就是 tropical leaf， 就那种豆苗的味道，重温一下上海味。嗯，我本来想说是7分啊，跟 Wilson 差不多。我想因为第一次吃到特殊的食材、特殊的做法、味道，所以想应该是可以达到8分。这也是本地少数民族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菜肴吧，的口味。嗯，我和 Wilson 的槽点差不多，除了那个辣，我不觉得。Wilson, everything okay? Perfect. Yeah. Everything okay? That's good. No dessert? Oh, already. Order. Yes. 哦，你还会再来吗？我本来想来过就可以了，就差不多体验过这里的特色，好像不是特别 impressive。但是你刚才不是说还想再来吗？是因为什么呢？一个是我觉得有两个菜挺好吃的，还想再吃一下。另外就是我们还今天研究菜单上面还有几个菜没有点到。OK， 下次想再来把它补上。好，那也就只有2天了，我们先 reserve 一下。这挺有意思的，一共。140吧，7%的 service charge， 现在在吉隆坡10%很多了，自己拿的往往都要收个10%，快餐也10% ，SST 是0啊，没有哎，这很有意思。